为了迎接东京电玩展的到来，万代南梦宫旗下的高速狩猎游戏《弑神者三》也在 Sony 的展前发表会上释出了最新的宣传影片咯。在这款系列最新作中，玩家将扮演最新型的弑神者士兵 H， 不只是要面对各式各样的荒神，同时也要对抗神秘灾难辉玉的威胁。除了新的故事之外，这次游戏也加入了帅气的可变形神机重月和刺骨刃等武器，还有崭新的冲刺和爆发记忆等新系统，更多的变化想必能够带给玩家们更爽快的战斗体验。另外像是露露、奇克以及克雷亚等新角色也通通在这个影片中一一登场，但究竟什么是辉玉，新种荒神又是从何而来，这一切的秘密就要等12月13日游戏正式上市之后才会知道咯。